请注意，红灯即将变绿。那肯定要付钱。电梯里，我们这边选号是张博一到。左转。还是比我想象中好，还有商店。我以为是完全的。60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可以了，注意侧后方来车，并将对账单发送给乘客。夜市，那也就是夜市啊。小心车子哦。分神。就在这，我在室内吃过五谷鱼粉。对面，对面逛。走吧，我们去对面。过马路。厨嫂，对啊，这里都可以叫。
你知道 Lucy 姐姐还有在里面看过电影，我是没有。看电影？对，她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南臭豆腐，很好吃。对啊，要吃吗？等晚上。现在可以吃了。现在可以吃，你可以点。小一份。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它哪里是不是前面？好吧，你看他们的小吃。面肠。倒了吧。你怎么又不见了？倒了吧。你说臭豆腐？对啊。阿丽，你今天吃的就是这间的。对啊，我今天吃这间。火车包装。阿鲁，拜拜。臭豆腐不见了。跟九尾鸭脖说拜拜。